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过了春分时节，春雨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，人会觉得很潮湿，很燥热。这个时候不妨来做一款适合春季的海棠香丸。这款香可以疏肝理气，缓解压力，舒缓心情。同样的，也可以顺应春天的力量，取一些桑叶碾成细末，再取一些炮制过的乳香碾成细末，再混合以玉兰香粉、丁香粉、零陵香、香附子粉、檀香粉，将香粉混合，配以炼蜜，混合揉制成香丸。为了适应春天，可以将外层的挂衣以海棠花瓣包裹，这样的蜜丸可以直接放入金属香球佩戴，或者隔火熏纹，